手骨伤早早的，在8月20几号就纷纷的到我园子来抢着要订购我的梨子，然后最后我们的梨子是以8块钱一公斤的单价被收购商给订购掉的。一个是和我们这个地方新疆的这个气候有关系嘛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我们大量的投入这个有机肥料，然后通过我们的精细化管理，就是把这个水果的品质就提升得特别高。